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喝酒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哟？我跟你说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翻。你哪个？你是哪个？帅哥你好，我是跑腿儿的，这是你老婆喊我给你带的话。你啥子你？你到底几个老婆？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次才是我老婆，你搞错没有？你这不是六号桌吗？哎呀！ 我这个是九号桌啊，九号桌，你看清楚了，后头才是六号桌。啊，帅哥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看清楚嘛。老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喝酒，老公。我不喝，哎呀，我六号桌去。